地生物包罗万象，动物、植物长久以来一直是相辅相成的互助生活。植物提供给动物氧气，动物提供给植物二氧化碳，一直呈现平衡的状态。不过今年的台湾，我们的植物生病了，它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来恢复原有的美丽模样。我们现在就先去看看台湾的植物原来的模样是碧绿的，多么迷人。现在下着毛毛小雨，但是仍然不减游玩的兴致，反而呢让复原森林游乐区变得更有诗意了。现在我们就一起出发去看看这里美丽的森林景致。复原森林游乐区就位在孕育出好牛奶的花莲县瑞穗乡。游乐区的导览员邱大哥跟我们说，瑞穗乡的好空气，再加上占地190公顷的游乐区全都种满了樟树林和原始阔叶树林，让复原森林游乐区成了民众想要吐纳分多金的最佳所在地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哈，就是我们游乐区的樟树林。嗯哼，那全台湾最大的樟树造林就是在我们游乐区。真的？哎，啊，我们总共有70公顷的樟树造林这样子。哇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赶快下去做个森林浴了？好，那我现在带你去。好。在寻访樟树林的路上，我发现游乐区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带给游客不同的惊喜哦。穿过吊桥，抬头一看，听邱大哥仔细的介绍游乐区的生态环境。越过小桥，低头一望，湖中的鲤鱼还会热情的游来打声招呼，很可爱吧？游乐区特别的还不只是如此，在这个入秋之际，枫叶片片飘落。随手拾起一把枫叶带回家收藏，这可是游乐区送给我们最天然的纪念品。坐落于樟树林间的小木屋更是全都用原木建造的，嗅着清新芳香的空气来这里，你一定更能体验森林的美丽。走进自导式步道后，邱大哥说我们离樟树林区也越来越近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个是什么标志啊？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能摸？哦，因为这个是有毒植物。嗯，这个叫做咬人狗。嗯，那你去摸它的时候哈，你刚才这样摸，你会被它底下的纤毛刺到。哦，它下面有纤毛会咬人哦。对，所以这个叫咬人狗。咬人狗。纤毛哈，你摸到的时候哈，会红肿痛三天哦。痛三天，还好刚刚没摸到。对啊。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摸到会怎么办？哦，没关系，我教你怎么样去解毒。嗯。好，你看这边。原来被咬人狗咬到的救命仙丹，就是这个圆圆又大的叶子，它就叫做姑婆芋。哎，你看，然后这边有姑婆芋哦。嗯，这就姑婆芋啊。这个就是哈，咬人狗它的解药。啊哈，要怎么解药？姑婆芋哈，你把它的筋哈，把它割掉，会它会流出白色的乳汁。哈哈。那你这个白色的乳汁就来涂你。擦上来。对你受伤的地方。啊。但是你在涂的时候。涂到哈稍微不会那么痛那么痒就可以了。哦，因为你再涂太多哈，等一下就变成姑婆芋中毒了。所以它本身也有毒。对，它本身也有毒，所以我们这个是用酸碱中和。哦，这个是酸，咬人口是酸，然后姑婆芋它是碱。哦，好有趣哦，以毒可毒就对了。对 对。那它可是又不一定它跑。往前走个三分钟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全台湾最大的人工造林地，也就是我们寻觅已久的樟树林。那我们现在看到，你看那个一个很大棵的树哈，嗯，身上又很长满了很多东西耶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樟树。哦，那这边你所看到的每一棵都是樟树，很漂亮。这个是山苏、崖浆蕨，全都是寄住在樟树上的房客，很特别吧？在历经了40多年的自然演替，浓密参天的樟树让林区显得更加的原始自然。不过奇怪了，这树上一个个的小洞是怎么来的呢？
本身你看这个樟树啊，它上面是不是有很多洞？嗯，啊，这些洞哈，就是当时候它还活着的时候，鸟在上面筑巢。啊哈，哎，所以它这樟树的话哈，你看它身上不仅可以让很多植物住，它也可以给动物住。哦，好棒哦！对生态来讲，哦，原来这小洞就是鸟儿洞的手脚。你看这洞的位置都这么的低，想必啊，游乐区的鸟儿一定都不怕生。不过樟树可不仅是对动植物有帮助哦。它对人类生活的帮助更是不少。那樟树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吗？一般的话哈，像樟树这个，像这棵枯掉的嘛，嗯、它就是可以本身它可以拿来做家具，然后它的木材哈也可以拿来提炼那个精油。樟脑油。对，就是樟脑油。樟树可是天然的防蚊液，因为啊它的叶子会吐露一种很特别的芬多精，让你完全不会受到蚊子的攻击哦。那我们知道樟脑油都有味道，这个有味道吗？这个没有，没有味道。那是哦，那所以像那一种就会有。对对对。啊、uh-huh、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地上捡一片叶子啊哈，我们把它揉一揉，那这个樟树它就会有散发出它樟树。真的。这个叶子就会有味道。也有高山茶的味道。因为这个叶子可能比较新鲜。嗯哼哼。哦，很舒服哦，这里。那我们游乐区哈。我们再往前走一走，哎，大哥啊，你要去倒位？大哥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在拔除这个小花曼泽兰。小花曼泽兰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小花曼泽兰哈，你别看它这样小小的，嗯、它哈长得很快，而且繁殖能力很强。嗯、然后它会沿着树这样爬上去。嗯。然后爬到最上面的时候，它会把整个树盖住。嗯。然后盖住之后，树就不能行光合作用了啊。嗯。所以树就会死掉。哈，它会让一棵那么大的树死掉吗？对啊，而且非常壮观哦。这么一个小东西就可以让一棵树死掉哦？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台东那边还有在铲除小花曼泽兰。如果你想要看整个经过的话，你可以到台东那边去看看。哈，真的、哦嗯？那我们赶快就去看看这种小东西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把它铲除掉呢？话不多说，马上跟着我这气质美少女组成的森林特派小组一起往台东出发喽！要做森林浴，还要注意几项原则哦。第一，要选择一大片的树林，越远离尘嚣越好。第二，要在森林中步行最少3个小时以上，直到身体出汗，毛细孔扩张。第三，要多做深呼吸，好将体内的废气排出。第四，要穿具有吸汗、透气效果材质的衣服，这样才能够达到身体吸收芬多精的最大功效哦。我们现在就要跟着砍伐小花曼泽兰的团队，开车前往台东的大武乡去拯救森林了。突然间啊，车上的人全都议论纷纷，让我也忍不住的向右张望。往右一看啊，这景象还真的吓了我一大跳。原本是片绿意盎然的梦土，现在却整个被曼泽兰给覆盖，树木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，完全被剥夺了呼吸的权利，变成了杂草丛生的恐怖景象喽。一样是花东地区，有别于美丽苍翠的森林，这里却是荒芜一片。而造成这片景象的最大罪魁祸首呢，就是素有植物界杀手之称的曼泽兰。曼泽兰之中，又以小花曼泽兰对台湾的林木伤害最大，而且啊，只要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，光线充足的土地，小花曼泽兰就有办法迅速的成长。在询问过林管处负责拯救台东林地的黄宪瑞大哥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小花曼泽兰原来是产于南美洲，以前台湾并没有它的踪迹。不过啊，被国际生态界称为绿癌植物的它，却在20年前在屏东地区第一次发现了它的存在。
据说当时是因为从国外引进中古的农具，不小心就把曼泽兰给带进国内了，造成了现在对林木的浩劫。瓦拉哥，曼泽兰对我们的生态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吗？因为曼泽兰是外来树种，它侵入本省以后，对本省的植物，包括树木、森林，它会造成一种覆盖的效果。这个覆盖啊，让原有的植物上升生机，限制死亡。这么严重？对。还有这个曼泽兰，因为它生长很旺盛，在干燥季节的时候，造成林地内很多杂草枯树落叶，容易引起森林火灾。它这个森林火灾对这个整个生态的破坏更是惊人呐，还有这个曼泽兰，因为侵入本省以后，生长蔓延性是，它会排挤本省原有原生树种，甚至原生植物，以致消失死亡。这对生态的平衡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小花曼泽兰恐怖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种子，每年10月到12月之间，只要到了开花结籽的时候，每平方公尺居然就可以产生17万个种子哎！而且啊，每当风轻轻吹过曼泽兰，种子就会落地即发，而树木被曼泽兰覆盖之后，就不能再行光合作用，慢慢的就会枯萎死亡喽。不过小花曼泽兰蔓延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原本啊只有危害到西半部，到现在曼泽兰已经向东半部伸出魔爪。我们这一次来到台东县大武乡，就是林务局目前正在积极抢救的林地之一。既然了解了曼泽兰它的恐怖呢，那我们当然要赶快的消灭它咯。现在就请黄大哥来教我们要怎么样铲除曼泽兰。黄大哥来教我们吧。好，第一个要砍除曼泽兰，从离地20公分处啊，把这个离地20公分处砍除啊，砍除之后啊，这个曼泽兰的藤边啊，这个有关这个啊落地的这个地方，把它清除干净啊，剪除干净，因为这个曼泽兰的根茎叶就是落，它的特性是落地生根，重新营养，再来就是当这个挂在树上，像这个花，叶，还有茎，就保持它原来挂在树上的状态，让它干枯死掉，因为它的茎被我们砍断了，砍断之后它的水分养分就没办法供给它。现在树上的那个整个所需。对于攀爬上比较高大树木的小花曼泽兰，要消灭它的最好方法就是砍除3次，所以啊，在第一次砍除完的3周之后再砍除第二次，到了第3次砍除的时候就要把茎整个的拉掉，这样子才能够确保曼泽兰短时间之内不会再攀爬到树上。不过啊，这是对付较大曼泽兰的方法，如果是小花曼泽兰的幼苗，用另一个妙招可是更快更有效哦。这位大哥，我刚才看他们在除曼泽兰是用砍的，你怎么是用拔的？因为用拔的应该是比较好了，效果比较好吗？效果比较好。为什么？所以用拔的话，我以后就比较不会长出来，连根拔起就对了。对，而且我看这个好像都是比较小的，对不对？可以直接这样拔起来，比较容易拔起来。那干脆就用拔的。所以像那种长比较大、那种缠得很紧，可能要拔也拔不起来，就用砍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太高了。对。这沿路上怎么都是装满小花曼泽兰的塑胶袋呢？原来啊，黄大哥告诉我们，拔除完的小花曼泽兰一定要切记把它放到塑胶袋里，让阳光照射袋内的曼泽兰，因为啊，阳光其实就是消灭小花曼泽兰的最佳利器。只要小花曼泽兰吸收不到茎所供给的养分，而且啊被太阳晒干之后，它就算是被完全的根除咯。不过啊，往袋内一看，这小花曼泽兰长得似乎是跟一般的蔓藤类不太一样哦。
黄大哥，我们要铲除蔓藤之前，一定要先搞清楚它长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来，叫我分辨一下。现在哈，这是蔓泽兰。嗯。你看它的特性就是对生，所谓对生就是左右哈，嗯，各有一个，各有一个两叶。对生，一般的蔓藤它是可能是这哦单生，单生就是这边一个，上面再一个，啊、一个一个哈、哦，这个是对生哈、哦，啊它的特征就是说呈心形哈、哦，整个蔓泽兰哈、哦，嗯哼，心形的、哦，这个心形哈、哦，呈心形，嗯哼，原来对生还有心形的叶子就是小花蔓泽兰的注册商标，观众朋友可要认清楚它的模样。不然啊，错拔了一般的蔓藤类，它们可就遭殃喽。抬头一看，这片土地可是经过五个月的努力，才能够恢复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模样。这全都靠林管处发起的抢救森林工作，以及这群原住民朋友们的帮忙，让林地可以有这番全新的景象。这群爽朗的原住民朋友，虽然只是林管处雇用的工作人员。不过啊，看着自己生长的土地，在经过大伙的努力之后，恢复了原有的生气，也真算是一种欣慰了。大哥也是原住民吗？是的。嗯哼，什么族的？我台湾族。所以是这里原生的台东人喽？对对对，在这里从小成长。嗯哼，那你看到就是你们台东很多林地都被蔓泽兰这样子侵袭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非常的难过。嗯哼，因为破坏了我们这个森林，还有我们林木啊、农作物。所以我们的生活上啊，嗯，就是也就是有这个困难了、啊，嗯哼，也是非常高兴哦、啊，这个我们政府有这个政策，嗯，这么好的这个给我们辅导，嗯哼，然后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一点了、啊，嗯，好让我们台东啊能够生活水准更好，然后这个我们的风景区也更美好，嗯哼，希望能够我们台东明天更好。在我们的林地也就是慢慢的恢复到它原本的面貌了，是是是。好，那我们就在一起再继续努力的去铲除蔓泽兰吧。好啊，走。小花蔓泽兰就像脱缰的野马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这件事啊，给了我们一个教训，下次如果出国，可别乱带不明的动植物回来，否则啊，很可能会造成台湾生态的浩劫哦。抬头望着花东地区的山林之美，既然来到了台东，你知道台东知本乡最有名的是什么吗？等一下，雅琪我马上就带你们去一探究竟。你知道如果发现了蔓泽兰，最好的清除方法是什么吗？只要把蔓泽兰连根拔起，再把拔除的蔓泽兰装到塑胶袋里，接着让阳光曝晒到袋中的蔓泽兰，直到它枯萎就可以了。完成了拯救林地、砍伐小花蔓泽兰的重责大任。回程的路上，我们经过这家名叫后山窑的制窑厂，好奇地往里头一看，整排用窑土制成的碗，再加上老板认真制窑的模样，再再都流露出自然朴质的风味。台东啊，真的带给人一股很舒服的感觉哦。下了山，夜幕也笼罩了整个台东县。霓虹灯火为台东更增添了缤纷的色彩，经过一天的辛劳，似乎也是该好好犒赏自己的时候咯。今天享受了一整天的森林浴，吸收那么多清新的芬多精哦。当然来到台东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知本温泉了，现在就让我们的身体好好的放松一下，也让心情得到真正的舒缓。知本的温泉可以说是丁杠五苗虾 A 杠五醋苗，我现在泡的正是碳酸泉，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美人汤，泡起来可是会让我的肌肤变得更滑嫩滑嫩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担心泡温泉会沾惹一身的硫磺味，那么你来到知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
因为啊，知本的温泉无色无味，而且还能够达到既有的功效。就是大哥也是来台东玩的吗？对啊。来台东玩，为什么会想要来台东玩啊？因为常常翻旅游杂志啊。嗯。那台东的景致都很出名啊。它上面杂志上面写说很好玩，而且它景致都很美，山很漂亮啊，海也很美啊，所以想说来这边玩一玩这样子。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边有很舒服的温泉可以泡。哦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泡的温泉。对啊，对啊。这家由台东县农会精心规划的东游记温泉，分成室内温泉跟室外温泉两种。如果你喜欢做 SPA， 那么室内温泉的多种温泉池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看着大朋友小朋友泡在这热乎乎的温泉池里，个个都露出幸福的表情，真的是超享受的。你们觉得台东美不美啊？台东很漂亮啊。嗯，怎么样漂亮？怎么样漂亮？是好山好水啊，云很白。那台东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外头的温泉在夜晚星空的拥抱之下，灯火的点缀让整个室外温泉更增添了一股浪漫的感觉。在知本温泉的滋润下，我也消除了一身的疲惫，现在充好了电，为下次的旅程再出发吧。这一集的好康报报要告诉您，即日起到2月10号止，铁道园区嘉年华会正在花莲市热闹举行，现场有街头艺术表演、石雕雕塑展示、玩具义卖等多样活动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现在就往花莲出发。2004年南台湾爱情观光护照即将发行了，结合南部8县市的观光资源，让情侣们可以甜蜜的畅游8县市的观光景点，像是泡温泉、赏花、到庙宇祈求爱情御守。民众不妨前往南台湾去创造个幸福旅游话题。为了展现农业特色，嘉义县政府决定2月4号在义竹国中扩大举办农民节庆祝活动，内容有农技竞赛、彩灯迎福等多样活动，让民众一起来体验欢欣鼓舞的农家乐。2004旗鼓飞扬高雄灯会即将在2月4号到2月15号在爱河举行，现场有灯火、花灯竞赛等数十种花灯变化，缤纷夺目，欢迎民众前往高雄看看灯会闪亮登场。